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。之前在网上就听过我的歌的人，可以把手环亮起来，我看一下。怎么可能全亮了？那我后面问题怎么回答？我换一种，在网上就听过我唱歌的人，把手机闪光灯开一下。哇，有这么多啊！真的有这么多吗？那是固定的，再把手机闪光灯开一下。哦，差不多，是生米的，把手机闪光灯开一下。哇，听过周深唱歌的，把闪光灯开一下。这几位没开，我也不敢 Q 啊。那没开的各位，大家是怎么来听我唱歌的？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他流动面，有没有锦鲤姐妹抢到音乐节或者演唱会的票了吗？能不能帮我拍 ID， 帮我带个 ID， 真的求求。然后你拍完这条之后，你们在现场，我只有四个字送给你：做个人吧。申哥喜欢你四年了哦，谢谢。广州的场等着你四年了，感觉我也跟着你一直在进步哦。这里有广州的朋友啊？有北京的朋友吗？瞧我这张嘴哟，这可是北京场。虽然跟着你一直在进步四年了，从好奇感兴趣去搜索，到战战兢兢参加你的活动，最后参与线上演唱会专场等等，社恐变得没有那么社恐，脾气也变得温和了。脾气温和应该不是从我这学的吧？脾气也变得温和了，到哪一行了？哦，这一行太长了，这位朋友，歌剧。每天都要看着你，好似一个开心果，好朋友一样。多谢你选择了唱歌，多谢你的性格让我们觉得开心欢乐，多谢你的待人接物，教会我们可以有牙齿的温柔，多谢你的坚持。多谢你的声音陪伴着我的每一天。你在这写这么感动的话有点长，我在这念的有点尴尬。多谢你每次用心的微博回复，虽然还没有收到过。哇，这个回复应该非常的实际了吧。哎，那未来希望有我的前排回复，希望有演唱会门票，申哥你一直唱，我们一直都在。哇，谢谢。我这句话会比较熟悉，关闭客服大门。呀，就像魔法一样，按眼睛好像。今天我们这个环节叫做打开客服大门。你们记不记得在微博上面就是有让你们写一些心愿或者想说的话？怎么声音这么小？多多关注一下我，好吗？多多关注一下我。然后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我就会随机的抽三封，然后写的应该想说的话吧，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也不知道这会不会让他社死现场。还是那句话啊，写短一点，要不然念不长。第一位 ID 叫做吃沙拉酱不吃沙拉，在这里吗？真的在啊？是你吗？很好哎，你真的很幸运哦。好，你的名字叫吃沙拉酱不吃沙拉，吃沙拉酱不吃沙拉。然后他留了言，我看一下，有没有锦鲤姐妹抢到音乐节或者演唱会的票了吗？能不能帮我带个 ID， 帮我带个 ID， 真的求求。然后你发完这条之后，你在现场，我只有四个字送给你：做个人吧。没有在现场，我也一样能够感受到大家的喜欢，因为每次看见大家的支持，我真的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有好多好多次我感觉都不够这几个字感动。谢谢你们都在，谢谢沙拉酱。哎，看来哦，小小的有的时候说一下心里话是非常有用的。你好，很开心看到你。然后我们今天的第二位，这刚说的是要穿绿色的时候，紫色的绿色，出个紫色的吧。下面怎么又有那么多的陀螺都在说抽我？
能不能当个人啊？这一位叫深记忆歌剧院，深歌歌剧院在吗？在。又是你，你有多少个微博小号？所以刚才那个沙拉酱不在对不对？沙拉酱在吗？深歌歌剧院在吗？好，他写的是，哇塞，叫你写短一点，你写这么长。深歌喜欢你四年了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广州的场等着你四年了，感觉我也跟着你一直在进步。哦，这里有广州的朋友啊？有北京的朋友吗？敲我这张嘴哟，这可是北京场。这是四年了，感觉我也跟着你一直在进步。四年了，从好奇感兴趣去搜索，到战战兢兢参加米子活动，最后参与线上演唱会专场等等，社恐变得没有那么社恐了，脾气也变得温和了。脾气温和应该不是从我这学的吧？脾气也变得温和了，到哪一行了？哦，这行太长了，这位朋友，歌剧院。每天都要看着你，好似一个开心果，好朋友一样。多谢你选择了唱歌，多谢你的性格让我们觉得开心欢乐，多谢你的待人接物教会我们可以有牙齿的温柔，多谢你的坚持，多谢你的声音陪伴着我们每一天。你在这里写这么感动的话有点长，我在这念的有点尴尬。多谢你每次用心的微博回复，虽然还没有收到过。哇，这个回复应该非常的实际了吧。哎，那未来希望有我的前排回复，希望有演唱会门票。深歌你一直唱，我们一直都在。哇，谢谢谢谢。深歌歌剧院你有看到吗？我来确认一下，你不要冒充。深歌歌剧院在现场吗？感情淡了就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就抽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啊，颜色。好的，谢谢各位陀螺们，我现在抽一下，先抽这个，抽一个红一点吧，红一点。哦，他的名字叫支持 Charlie 的阿宅一枚。又是你，无语了。你先把手放下来。支持 Charlie 的阿宅一枚在不在？学坏真的只要三分钟，好了，就这样。然后他说的是喜欢周深已经。1292天了，原来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，相信未来总会有一天能见面，想说说《璀璨冒险人》这首歌，在我高考前发的。说实话，当时真的快要坚持不下去了，是这首歌拉了我一把，特别是那一句，没有人，没有人能决定谁的一生应该怎么活，没那个地理谁的天空是什么颜色，哇，棒，是什么颜色？让我明白未来有无限可能，高考也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，勇敢去追梦吧，我们一起加油，我们都是光芒。不过还是要感谢遇见了周深，他成为了我的光，谢谢，陪伴了我的高中三年，度过了非常努力的三年，谢谢你阿宅一枚，谢谢支持超里的阿宅一枚，谢谢。我现在也无法确定你在不在现场。总之无论在不在，都谢谢你们每一份支持，我都深深感谢你，谢谢。哦，前面这还有朋友啊 ，Hello， 嗨，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这样就放回去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毕竟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场子，也没有想到上面还有朋友，上面的朋友你们好，中间的朋友你们好，我们这边的。叫什么呢？下面的吗？那场朋友你们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我可以喝一口水吗？